今个周末天气明显转凉，在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之下，天文台星期日的朝早录得 11.1 度，是今年入冬以来最低的纪录，而新界大部分的地区只有10或者低过10度，当中打鼓岭更加只有 8.1 度。天文台就预测星期一的朝早仍然相当之清凉，最低气温回升到去至到14度，新界就再低几度。而受到冬季季候风的补充影响，礼拜三同埋礼拜四咧系天晴干燥，朝头早咧系天气寒冷嘅。而天文台就展望星期五冬至最低气温只有12度，之后平安夜去到圣诞节第二日，气温先至会逐步回升。